We run for the dream， 从白天到黑夜，我不需要停歇。We run。你拿再说一遍。打人也蛮刺激的，真的。雨琦就是我哥，这就是我琦哥。太不要脸了，这个。哇塞，你整过容啊？精致精致的猪猪。我们第一轮，邓超先进行自我批评。他干嘛看着我们？能不能给我一点提示？哎，你别写那种太不靠谱的啊，这太难了。你越说他越会这样写。哈哈哈！哎，真的从这边看，真的觉得少峰钓鱼好久了。什么叫钓鱼？就差一个鱼竿，你知道吗？九位，请准备。他不是学霸，他老把自己要当成学霸。英语，特别喜欢表现自己不擅长的英语。We are famil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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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amily. What's this?This is block. This is block. 你快把我打到地里去了好吗？下一个的打就是。哎！各位各位。赚傻了吧？哥，涛哥最大的缺点就是自己不喜欢睡觉，也不让我们睡觉，不让我们睡觉。哎呀，我也想说这个。你写的是你性格上的缺点，还是外貌上的缺点？他外貌上有缺点吗？太帅。有没有很爽，超哥？快点告诉我们你的答案是什么？我真的为了你们写了一个特别特别简单的。简单的？真的吗 ？Baby 跟狼一样。哎呀！哇！哇学习不好。学习不好，你学习真的非常不好。半个时辰是多少秒？半个时辰就半小时，半个小时是30分钟，30分钟，3000800秒，5782啊，6782啊，啊5000。等一下，我忘了我写的是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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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假学霸吗？你这个，答对了。啊！晨儿开始是答对了，你自己选了英语。我答对了吗？我说了学霸呀。你后来改英语了 ？No。此栏写什么？身材偏略为娇小，拥有最完美的身材。来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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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说我的缺点。
天哪，你手太长了，小洛洛，老奸巨猾，老奸巨猾。哦不不不不，死女人！别闹！不要叫，不要这样。确定吗？确认确认。我还打男人了，我告诉你，我不是私女人了，我都打你了，打你了，掉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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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打一下掉一百个。那这是什么？好简单的。对，哎，郑凯先拿到。要不我来吧，快说，你来吧。爱吃饭，爱吃饭。这个太难了，它肯定是个反向的，就是缺点就是太完美。我是完美的，完美。完美，完美。这个真的是缺点吗？阻拦你完美。就这个。对了，对了，不完美。成功了。第一次几率太小太小。就只有一个人。G-Dragon 太爱 G-Dragon， 直接猜对。祖蓝，我们互相好了解哦。哇，太棒了，祖蓝，没有人跟我争了耶。来吧，哎呀！哎，太快了吧！不行，哇！爱显摆，爱显摆，爱显摆！谁爱显摆？谁爱显摆啊？小朋友说话注意一点。我觉得是正确答案啊。谁爱显摆啊？我说什么？胡心婷有线索。天才，天才，我是天才。郑凯，哟哟哟哟！今天才真的戴那些首饰，真的，我看那些潮人，我觉得真的弱爆了。而且走路是那个，对啊，他走路一直这样。他打篮球的那个表情，永远都是。所以他不会意识到。快下来！哎，你这个东西是很少人知道吗？很简单。帅啊！这个说到我的心坎里了。哦，我知道，永远相信女人。啊，菲比斯，菲比斯，快！快！为什么 ，baby？ 好想看。郑凯这兄弟彻底没救了，他被女人给所迷惑了，不能相信你。最后，郑凯一定会死在他的手里。不信，你就等着瞧。有起床气，有起床气。你确定吗？容易相信女人好了。我相信我的智囊团容易被骗。
刚讲的上一个是什么？起床气。不要再拦我了，我选择从这里出发。哎，超哥，哎，你好厉害啊，哥！你又来接，我帮你 hold 住他。哎呦！哎，我这不傻吗？起床气，起床气。刚才说过了，打，打，起床气！哎，你能不能使点力气打一打？真的？哎呀，怎么是错的呢？哎呀，吓死我了，这位老师，哎，吓死我了！我一说起床气，他的表情。那你为什么要讲？没有，你想太深了。陈赫好难猜啊。陈赫太多了，缺点太多，他应该是我们里面最难答的。真的，我跟你讲，这里把节目组的人坐一排都猜不完你的缺点。啊，这个不算。除非他的反义词，我也算对，可不可以呢？就是意思就是呀。啊 ，OK， 真实的、纯纯的，我跟你讲，各位。预备！哎，我还没吹哨，还有抢跑的，他抢滚的呢。啊，来了，超哥，牙飘出来的，牙飘出来，我答对了，对不对？这不是事实吗？我这牙是特点，好吗？你什么？人家攀岩用手，你攀岩用牙？我建议取消这些人的比赛资格。真的，人家他家人经常回头以为是衣钩，你知道吗？太胖。比例失调，你应该说。你来，你都过来，你过来，来，你过来。比例失调，远处看像跪着跑。啊啊啊啊！我来学一下。追我呀！追我呀！跪着跑，也换一个锤子了。来来，都过来来。沉迷打游戏。不节制，身材和生活规律。你讲出了一个世界，知道吗，柳岩？贼，脸太大。真的是同学啊，真的只这个时候只有同学啊，这么狠的话都做得出来啊。你讲上录节目我是很拼的，我已经没有优点了，我已经完了。腿太长，我刚说腿短啊，你没说啊。没立场，吃不胖啊。哎，你是不是？你是不是恐高啊？恐高啊！这个所有人都知道，哦，没有人不知道。好，来，来，
哇，哇，请作答，眉毛太淡。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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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脸脸肿，脸太肿，脸太肿。知道什么叫打爆吗？看你打人也蛮刺激的，真的。太老，太老，太老。太老哎，你们都知道，爱打电话。妻管严。爱 FaceTime。不要录了，打板儿。不要打电话，爱 FaceTime。错。走开，规矩。就跟你结了婚不 FaceTime 一样。酒量差，恭喜你啊！啊！那我就觉得太简单，不想猜。这里玩一个小游戏，就是匿名颜值排序，颜值排序。哪个人可以在纸条上写下你觉得他的颜值可以排到前三的人的名字？你为什么要对李晨和陈赫这么残忍？哎，这个游戏还没有出现结果之前，你不想停止，要不然回头回放的时候你打脸，打脸，啪啪的，真的，不光是打脸，半夜李晨还会去打你。来吧，来吧，是在场的男生哈，吴老师肯定就是第一了。偷看你写什么？我不知道他们有这么浮夸，你超哥浮夸，很浮夸呀，太浮夸了。所以得第一会怎么样？可能有 RB。嗯，自己。大家有想法了就可以写，一定要忠于自己的内心哦。超哥想写自己就写吧，准备着良心写一下吧。好。写好了，写好了。我发誓，我绝对没有把自己写在第一位，但是写了自己，那肯定的。绝对不会有人知道那张是我写的。超哥，请你来唱票吧。我唱票？对。哦，怎么唱？唱票什么意思？灯潮离尘路寒。哎呦，这个一定是昆凌。什么？因为是繁体字。Selina 哦，对，一定是他们俩。应该是 Selina， 我觉得应该是 Selina。Selina 已经笑喷了，肯定是 Selina。我的呢？没有关系，第二个也可以。第二个也可以，没关系，我很满足了。我写他这几个，第二个。有，我跟你讲，不在榜上就已经很不容易了。我觉得你是。不是说匿名吗？哎呀，匿什么名字？你自己写了个繁体字，对不对？我哪里写繁体字？这是繁体字。都是繁体字，烦的不要再烦了，我跟你讲。所以，其实说郑恺是假的。但是在你内心，你最想选择的是说实话。不好吃，我给你。你第一
天来说要跟我一组，但现在榜上却没有我的名字。哎呀，不是啊，第一天来跟你一组，总要搞一点综艺效果嘛，总要搞一点综艺效果嘛。你这一上来就说跟我，那不好看嘛，对不对？你这套路太深了，效果效果了。超哥啊，超哥，谢谢 Serena。真的，然后一定要给你嘛。但是我的名字，等一下，我的橙子前面为什么涂了一下嘞？本来是李，李爷他是个新疆人。没有。本来是李，那是什么？对不起。没有，Selina，我跟你讲，哎，不是综艺大神，下一个，小鹿、邓超、郑恺。这是吴老师的。怎么了？陈跟我熟就不行。没事，没事。霍哥，你反正也演喜剧，你反正也演喜剧。霍哥，喜剧也是有尊严的。喜剧就……霍哥不解释还没那么伤人，一解释之后心都破了。好，下一张。这是我自己，我承认。写的是什么？写什么？第一个谁？小鹿。邓超，邓超。我真的是觉得自己是。他真的很帅。我们才特写呢。是认真的。在这。我真的认为自己是帅。帅了，帅了，帅帅帅！摄影师大哥都笑了，风流帅。你笑什么？这个比较简单啊，陆超晨，这个应该是个女孩子，这个男生，应该是个男生。我觉得是祖儿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很像小朋友写字。嗯，是你，陈浩是陈浩，是你对不对？不是你，你那么大，为什么可以把自己那么小？字跟身形不成正比。你怎么做到的？是眼睛好还是手短？不是，因为写的太大容易出错，写的小一点糊在心里。谢谢兄弟，真的，这要裱起来。谢谢，这要裱起来。好有贡献精神。真的要裱起来。没想到。那我们下一张，一，小鹿，二，李晨，哦，三，陈赫，五，哎呀，好，你写的。我给你投票了。没有 local team 嘛，我们是比较 low 的。谁啊？他把自己写第几个？第一个。第一个。第一个，你也是想要拿什么东西回去啊？哎，真的把自己写第一的这种心情是怎么做到的？不是第一啊。票 B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给大家公布一下颜值排序的票数，排名第一的是小鹿，总共有9票。哇。排名第二的是超哥和波叔，分别有8票。哇！排名第三的是凯凯，有5票。哇！哇，你幸亏有我自己那一票啊！排名第四的是晨哥，有4票。然后排名最后的是赫赫，只有2票。哎。不是吧，等一下，你们今天晚上把我叫在这里聚众侮辱我什么意思啊？哎，我不还是睡觉吗？我下楼被你们侮辱我，我晚上会做噩梦的。我跟你说，虽然没有进前三，但是我们就非常的开心，非常开心，因为我们的这个排名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带来了欢乐。我不想在这里强调这件事情。虽然陈赫排名最后，但是你在我们大家心里啊，依然是最帅的。滚！哎，这神补刀，真的是。我这里有一份你们在网上搜出来你们的这个体重，但是你也信？我也觉得不太准啊，尤其是这个陈赫，赫尔哥。对。陈赫、郑恺，你们两个都是73公斤。啊，是吗？什么？这是网上是不会变的。我哪有这么重？我这个网上搜的绝对很卡了。所以。
请大家上秤，上秤。哇，测体重，你们是不是太狠了？瞒了一辈子，终于瞒不住了。我现在脱衣服了，多一点是少一点是。第一个，陈赫，陈赫。这个秤可能不够，你有量吗？这个秤有那个量吗？可能需要两个。不好玩了，你看这弄的，弄得很尴尬，这个东西，你的头已经垮了，弄得很尴尬。名牌还要撕掉啊？袜子脱下来，当然要脱了袜子。差不多得了。你拜这个秤有什么用啊？吸气，吸气。我一条腿感觉就好。你要爆表了是吧？快！有人调了吧？什么东西？我今天才称83，怎么会92啊？重20多斤，重20多斤。我一直确实我刚刚称52。那90开什么玩笑？是谁？泡到水里可能泡着。等一下，好久没走走。没，他刚刚没停住。没停住，可以停住。这不是停住。别动了！怎么会这样呢？九十四，哎呀我！哎呀，吓死我了！太搞笑了！好好吃！来吧，真实的体重。您的体重是？来吧，真实的体重。您的体重是174.7，哇！网上报陈赫73，73和86。我的留言真的不要相信。我说我73了吗？难怪你们今天要翻船。你这是。怪不得每次怼到你身上都像怼着一堵墙一样。好，邓超，超哥往上73。这没有显示啊，你上去就有了，有吗？这都是高科技。您的体重是75.1。鹿晗，今天将在这里进行第二项训练。凯蒂，哥，起飞，哥，走你。孙子兵法有云：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，百战不殆。没有文化，对自己和对手拥有全面深刻的认识，能够帮助你们制定更好的作战策略。所以第二项训练就是让你们加深对彼此的了解，请来领取任务卡。凯蒂训，行不行？怎么训练的？没训练好。从今天开始，雨吉就是我哥，这就是我齐哥。太不要脸了，这个。哎，黄俊熙跟我同车的所有时间都在说我好帅啊。我们第一个要被大家写优点的成员是 baby， 这么快吗？优点我想想啊，脚小也算优点。那他肯定拆不中啊。我让天地焕然一下灿烂，我让年华
头有人围着我转，我让下掉新人围着灿烂，我让抛头眼人。你紧张？不知道，实在想不出来，缺点马上秒出秒写。对不起，后期看这段气死。我写好了，我先去贴。我也写好了。一起来，跳舞吧！跳舞吧，一起来！哎呀妈呀，天哪，怎么办？啊？我怎么这么好看？是优点吧？没错，没写错。是是的，是的，对不对？猜错一个，大家会拿锤子惩罚你啊 ！What？ 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王彦霖，你想怎样？没，我试一下锤子。我知道有一点肯定有，美，美，美。打吧！没有你们，这么自信呢？我真没有，太自信了！我不是上来说了吗？不要写美和好看，容易重复的，容易重复的。居然没有这一条！来，请坐。有黑幕，我知道有一条一定有。说什么？唱歌好听，唱歌好听，这个算。哦，真假？贴近的，对，贴近的就 OK。原来是这种路数啊！我没有说唱歌好听啊，我只说唱杰伦的歌。接近，手痒痒了，快点。我知道有一条一定有。什么？演技好，演技好。太自信了！我知道有一条一定有什么男的，头发长，腿长，经验，眼睛大，不在这个里，不是。等一会儿，不用听他讲，先打吧。他说什么都得打。我知道有一条一定有，会照顾人。等一下，这个算接近，会照顾宝宝，这算。谁写的？我已经被打懵了。我知道有一条一定有，眉毛长。时间到，拍哪儿了？衣服架子，就是穿衣服好看。我是。有吗？有没有？有，我是。派朗是我写的，我觉得特喜庆，特喜庆。喜庆。听人都乐乐呵呵，特好。哎。福娃。福娃。敢素颜是我写的。你见过我素颜吗？当然，吃饭的时候你说谢就谢。哦，对。姚西是我写的。你怎么知道？你怎么知道？哎，等一下，姚西你怎么知道？哎，等一下，这个呢是杂志上面看到的。Come on, baby。 哦，杂志上面要出战的是 Lucas， 有请。耶，最有自信那个。最有自信。耶，最有自信那个。不，耶，最有自信。最有自信那个九条鸡。Lucas 写什么呢？Mr. Simon， bring me a dream。大家都写看他跳舞，好搞笑。这孩子优点真挺多的。我跟你说，打到你头发掉光，我跟你讲，把你头套打掉。热，我要说多一点啊。啊，开始。我长得帅。没有。
没，不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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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很高。没有。我身材好。本来我想写来着，我告诉你，发育很好。什么？发育很好。发育很好。你还没发育完整呢。我刚刚成年。不是，18岁啵啵脆，18岁啵啵脆。18岁蹦蹦脆。什么玩意儿？18岁什么东西？什么鬼？你九条鸡我们都没听懂呢，你还18岁蹦蹦脆？鸡哥。没有。鸡哥。我是仙南的人，我是仙南的人。什么？什么？我是善良的人，善良的人，善良的人。不是，他说他是限量的人。下次一定说你不是限量的人，是善良的人啊。限量的人。我眼睛大。有，眼睛大。有。大眼仔。Yes。谢谢你们啊，谢谢你们啊。我很开朗。啊。先生，先生。我很安静。你哪里去了？你再说一遍。我说话，我说话很特别。算，应该是好像算了这个。哇，谢谢你们，我很开心啊。然后，我是耳机已经够了。哇，这个人王，这你，哎呦我去，这个是怎么样读？嘚瑟，这叫得瑟，得瑟。对啊，这个我没说。我刚忘了，得瑟就是很，对，对，你跟来一个，得瑟，对，然后啊，挚爱，对，这个是对的。哎呀，说不出来，阳光，说不出来，开朗，说不出来，我可爱，我都不舍得打了都，可甜可盐是吗？没可能，没有，这是伤自尊来的，我根本不是夸自己，跳舞好。不会打这个，打你！不是，我是一个歌手啊，哥哥们，没关系，我还是个演员。怼得好！你确定这是你的钱包吗？对，是我的钱包。我没钱。一个一直在节目里穿一双鞋的同学，我想看看他到底有多少钱。10块港币。我真的没钱。我知道，我送你去，下一次好不好？好，谢谢，凯凯，我很无聊的，有一张身份证倒是，照片，我的妈呀，我让凯凯跟这照片站一块儿，我的妈，他得立正，他没有整过容，同样的笑容，OK的，这就是岁月的煎熬。你这个钱包你也真是用了有年头了，有年头，就是哎，怎么好多小广告在里面？看一下是什么行业。修脚，怎样啊你？找不到什么惊喜了，已经。有没有尺子啊里边？没有了，我总觉得。哇塞，你整过容啊？你整过容啊？哎呦呦呦！不，等一下，哎，什么东西？你花了5000多整了个容？不是，美容的啊？不是，美疗是什么？美疗就是美疗，就做脸 facial， 但做什么项目要4000多块？5000多块，很贵的，好不好？哦，原来是这样。不是，哇塞，你这个脸红了，凯哥脸红了。哎呀，我们公司不能有这种隐瞒的员工，男人嘛也要注意保养。你做了什么？我就说吧，不能轻易放过他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如果你们没有从事现在职业的话，有想过做什么工作？消防员。愿意为别人付出，是这个意思吧？对。这样，运动员，为国争光，为国争光。哇，帅！接下来我们要请出一位专家，让他对你们的垃圾桶进行观察和分析，看看你们的垃圾桶里到底藏着什么秘密。哇，太狠了！掌声有请物证鉴定专家。好像拍电视剧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宋雨琦的。宋雨琦有2个垃圾桶。哇，这个真的，雨琦弟弟看来很能吃啊。某快餐品牌。嗯。剧组饭不够吃啊。这个。某快餐品牌。某快餐品牌。某快餐品牌。完了，我觉得我要毁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下一个。我吃的是什么？完了，我要毁了。
快餐，真的不是。我觉得经纪人要打我了。快餐品牌饮料，饮料，这边所有的快餐大概能够五个人的量吧，五个人的量吧。这边发现了一个，应该是一个鞋垫被修剪。增高垫儿。哦哦哦！郑恺这个，凯哥认识。这个。凯哥眼熟，怎么就我眼熟了呢？哎，你们怎么知道它不是一个眼贴呢？我觉得，哎，你再想想，是不是牙套？你往嘴里试一下。哎哎呀，算了。什么的，你还真敢用啊！我怕我脚臭，等一下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郑恺。郑恺同样也是有两个垃圾桶，矿泉水了，一个矿泉水瓶，两瓶，三瓶，不同容量的。你的量也不小啊！你在呱呱说我，你卸妆棉。郑恺，你还说人家？哎，你这么大卸妆棉，你说人家？哎，我真的我已经不嫌脏了，你们看看，真的。哎，你说人家这边边角角，你是这么擦的是吗？充分利用，真的充分利用，充分利用，这看出来。所以郑恺是一个很环保的人，精致的猪猪男孩，会生活节俭。这个是等一下，把直尺，一代直尺，一把直尺。你用直尺干嘛？凯哥用尺，告诉你要量什么？量什么？不是，我今天有没有长高？我的腿好长，我要丈量它。宝藏男孩，有宝藏。这台里面大多都是吃的，橙汁，对。这是一个咖啡胶囊，火腿肠，煮鸡蛋的蛋壳，对。某品牌的泡面啊，这是一整盒。你可伪化。这个是调味包，泡面，哎呦，像坐过火车一样。坐了一趟超长途的火车，发现一种很幼稚的食品。跳跳糖。郑恺好奇怪啊，他的垃圾桶里面。行了，不用分析了，我分析出一点来。还有，哦，什么东西？哎，这什么？哎，什么？不要紧张，早餐，应该是一块儿。红茶，吓死了！剩下的全都是纸巾，全都是纸巾。老师，倒出来，让我们看看有多少。留点面子。好的，就这么多。看出来我吃的挺杂。对，最丰盛的一个垃圾桶。所以恭喜郑恺。在过去的这两天之内，制造了1.1千克的垃圾大王，这么草率吗？尺子量一量，拿上你的尺子。游戏都不进行就已经评出来了吗？哎，我们的游戏是何时何地都展开的呀。接下来我们有请礼仪小姐为垃圾大王披上绶带。别走了。不要！你走开！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个枯萎的花。垃圾大王！耶！恭喜 ！No！ 掌声恭喜，亲爱的郑恺成为今天的第一位垃圾大王。谢谢节目组，给我这个荣誉。哭了，真的快哭了。我很后悔，我制造了这么多垃圾。希望我不是今天的垃圾王中吧。既然是垃圾大王，毕竟是个王，所以总是有一些跟别人不太一样的礼遇，所以马上你就可以享受到有别于其他人的专车待遇。垃圾车。哦，大王的车。不是。眼神那么坚定，
激动。你学一学动作，学一学动作。表情。